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圣灵姐妹，让我们准备心灵参与弥撒圣祭，信赖天主的慈爱和宽仁，祈求他的宽恕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垂怜我们的软弱，并伸出你大能的手保护我们，使我们赖你的助佑，得以摆脱罪恶的势力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攻读伊撒意亚先知书。上主这样说，你若是消除欺压、指手画脚的行为和虚伪的言谈，若把食物施舍给饥饿的人，满足穷人的心愿，你的光明要在黑暗中升起，你的阴影将如日中天。上主必要引导你，在沙漠中滋润你，使你强壮。你要像水源充足的果园，像永不干涸的水泉。你的后裔将在废墟上重新建造，你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度筑屋。你要称为缺口的修补者，废墟的新建者。假如你在安息日限制你的脚步，在我的圣日停止营业，称安息日为喜乐，是上主可敬的圣日。假如你尊重圣日，不去旅行，不苦心经营或谈论生意，你将在上主内获得喜乐。我要带领你登上全国的高位，使你享受你祖先雅各伯的产业。这是上主亲口说的，天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，求你指给我那走向你的途径。上主，求你指给我那走向的途径。上主，求你侧耳俯听我，因为我困苦贫穷。求你保护我的灵魂，因为我对你虔诚。求你拯救那仰赖你的仆人。上主，求你指导我走向你的途径。我的天主，求你怜悯我。上主，我整天呼求你，求你使你的仆人欢喜。上主，我的心灵仰赖你。上主，求你指导我走向你的途径。上主，你实在良善宽仁，以仁慈厚待呼求你的人。上主，求你俯听我的祈祷，细听我的哀告。上主，求你指导我走向你的途径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光荣你。上主说，我绝不喜欢恶人丧亡，我喜欢他们归正，离开邪路，好能生活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光荣你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出去，看见一个税吏，名叫勒位，在税官那里坐着，便对他说，跟随我。他便舍弃了一切，起来跟随了他。
乐位在自己家中摆设了圣宴，有许多税吏和其他的人与他们一同作息。法利赛人和他们的经师就愤愤不平，对他们的门徒说，你们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，而是有病的人。我来不是来召叫善人，而是召叫罪人悔改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今天的福音我们听到耶稣召选税吏马窦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。税吏在耶稣的时代是替罗马人收税的，他们当时被罗马人统治，而罗马人把这个税收的工作交出去，那么税吏马窦当时坐在他的税官里面，遇到了耶稣，耶稣召唤他，马窦立刻来跟随他，而且马窦很高兴，他就设了宴席，邀请他的朋友，当然他的朋友很多，也就是税吏，还有其他的被经师和法利赛人看不起的所谓罪人。这些所谓的罪人，就是他们没办法严格的像经师和法利赛人一样守法律，比如说他们不能够完全遵守安息日。法利赛人非常严格的遵守安息日，就是非常细微的工作都不能做，那是等于工作。而有一些人，他们的职业工作迫不得已，在安息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做一些工作，包括比如说牧人，他们需要去看羊等等。那耶稣却和他们一起吃饭，税吏和这些所谓的罪人，他们很高兴耶稣陪伴着他们，而法利赛人却责问他的门徒说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，你的师父难道是这样子的吗？竟然跟这个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。耶稣却回答说，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，而是有病的人，他来是召叫罪人，不是义人。这段福音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第一，他提醒我们，不管我们的身份怎么样子，特别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份低微，我们不要怕别人怎么看待我们，怎么样批评我们。我们在意的是我们在天主眼中是怎么样的人，而不是在别人眼中是怎么样的人。第二，他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自以为意，像经师和法利赛人一样，以为自己很清高，以为自己很好，然后常常用这种不屑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和批判别人。我们是要认识自己的软弱，因为当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办法去躲避诱惑，躲避犯罪。我们也必须接受自己的不足，因为当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去信靠天主，依赖他。我们也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回头改过。但是我们永远相信，我们有慈悲、宽仁和爱我们的天主，所以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，只要我们愿意瞻仰他、归向他，耶稣的救恩必临于我们。他来就是来召唤我们，而如果我们的灵性生命生病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我们的医生。上主，万能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，求你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求你收纳这赎罪与赞颂之祭，恩赐我们借此能净化心灵，并以孝爱的精神为你服务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借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基督以40天的筵斋树立了四旬期克己的典范，他摧毁了古蛇的一切陷阱，教导我们克胜邪恶的酵母，使我们今世能以谦敬的心庆祝逾越奥基，来日终能参与永恒的逾越节。为此，我们随同天使和诸位圣人同声歌颂你，不停地欢呼：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主名而来的，当受赞美。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。因此，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，感谢了，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”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喝。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信德的奥基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。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无主教和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，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怜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夫玛利亚、她的敬佩圣若瑟、初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，宣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，借着基督，协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宣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永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祝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的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居家的信友们，你们现在可以审领圣体，渴慕耶稣到你们的心中，到你们的生命当中，与你们结合，与教会结合。基督圣体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我们饱享了天上的生命之粮，得到了活力，求你使这现世所举行的奥迹助于我们获得永生，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阿们。弥撒礼程传福音去，感谢天主。谢谢大家，